我没事儿。Yeah! 等一下，你二哥还在我们手上呢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我在这儿呢。二哥，你来了呀！他不是被蝙蝠精捉去了吗？对呀，我记得还把他的千里眼都给消灭了呀。我的千里眼在这儿。你毁坏的只是我的望远镜而已。这一次看你们还能怎么办？完了，夫人，我们手里没筹码了，快走吧。事到如今，要不我们报警吧？那你们报啊。报什么警啊？我们才是坏人，快跑。太好了，妖怪终于跑了，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了。二哥，现在我们怎么办呀？走，我们回家做饭去。你这讲的不就是葫芦娃吗？对呀、你们听过，那我给你们换另外一个版本。葫芦娃还有其他版本？